好，接下来我们欣赏呢，我们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。啊，我们将欣赏呢《梁祝》《楼台会》，梁山伯由蔡新芬表演。我们的这个祝英台呢，是由我们的王派啊，王派传人乌苏菲为大家演出。那么乌苏菲呢，虽然是啊，王文娟老师的这个海外弟子呢，但他的副派呢也是非常的有滋有味，请大家欣赏他们两位为我们带来的《梁祝·识相思》。